主料方便面200克，辅料丝瓜、盐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丝瓜瓜皮洗净备用，丝瓜切片备用。锅中放入适量水，水开放入方便面，大火煮开，面条软硬度适中，倒入丝瓜，煮2分钟关火，加入盐和香油调味成熟即食。烹饪技巧，丝瓜要最后放，很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